舊，我都唔知佢講乜。阿飲咁樣，係咪啊？俾啲氣氛啊嘛，飲茶。我見到你，我見到你笑好有氣啊，就係。我有搭㗎，我有食㗎。我見到阿細佬出現嘅時候好感動。係現場幫幫手，請先啦。我哋呢啲安排。係。係啊。因為其實之前看了那兩集都很喜歡，咁見到導演都在網上招募，所以就嚟參加。我們從馬來西亞特地千里迢迢來到香港來，就是為了我們自小的一個夢想。Action！我哋其實而家坐了個幾個鐘頭，但其實原來發覺係即係你睇戲嘅時候係好短嘅幾分鐘嘅戲，其實我哋已經重複拍咗好多次。其實一定就好開心㗎啦，有得同九翠一齊參與。整個陣容非常的龐大，那我們現在拍攝到半夜也是一個很豐富的經驗。原本不抽烟，可是因为这部电影，然后我开始画了很多烟的东西。有一段时间我跟我女朋友分手，就看完第二集，然后就决定去追回她这样子。哦，追回了吗？哦，追回了。对，蛮感谢这部片的。第一次其实是很普通、很平凡的一个爱情，可是它就能够带出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故事。